就是洛跟泰坦肯定要选择机器人，就 counter 你，自信。在上一场 BO3，刚才隔壁的表出现了一把，打出效果了。对，确实有效果啊。看一下最后这个盲僧要不要锁 ？IG 现在这个阵容其实已经不太具备，你打野不管补什么，他后期都这样了。对，所以不如去前面就强的跟机器人一个搭配。哎。那这样两边阵容锁定啊，对于 IG 来说，主打一手前期进攻，跟我们赛前想的差不多。哎，这一勾勾到了，而且倒勾回来也出击杀了，点燃烫死 Wink， 这下冷不丁的一勾啊 ，Fotic 是完全没有做出反应，等他，而且中路线也没有线圈，这个瞎子不想给吃线 Q 中了 ，Dream 这个位置 Q 二闪现拉开了 Q 二的范围 ，Giden 就没血了，再往回跑，瞎都要是的，来看下路这一勾，应该冰缝中一个勾。哎呦，主要是二肥肉丝这边平 A 让自己站定了，而且正好铺好的羽毛倒钩安拿到，直接秒了。都也是非常快速的来到龙坑里啊，把峡谷拿走。但是 Fotic 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危险，卓已经站到了灯笼位上，应该要空摘吗？哎呦，直接闪现能量铁拳 ，Q 没中 ，D 的这个脸贴脸的 Q 啊，哎，这个位置是有视野的。又是一个能量铁拳，没打断的 EQ， 但也不追了，只能撞一下，有可能阿凯丽吃不着。对，就是没有那么好放吧。看一下这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其实这波 Wink 的先手非常的漂亮，看到人跟灯笼之间有距离，想尽办法让他捡不到。一个两个人重合的瞬间，因为这个被击飞以后，英雄联盟是非常健康。就看一下 Yoshinomi 的纪律性。没有眼不知道，吃完一个镀层往后跑，小卓已经贴上了，先 E 技能被 W 规避掉吗？闪现再躲，直接皇子盖大，但这个位置轻松的一拉开，优秀 Nomi 是非常写意的就把这波 gank 给化解了。而且现在开团鳄鱼不在正面也打不过，现在只要盲僧在中路当保镖，四个人去突这个侠都不会死。嗯，动手找盲僧，第一时间下血量被勾回来，盲僧一脚踢开，可血回身，直接是把虾都秒在了原地。而在侧面战场，奎桑提先到，鳄鱼反而是 TP 到了一个非常远的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大招规避了鳄鱼闪现的 W。 而这边战场 Fotic 拉出开，但是锤石已经倒下，剩下的两个人往上路逃窜，三个人在包德福攒球捏住以后看一下有推吗？推是没推中，没推，那应该是要算了。还想再看，皇子复活的蛮快的。但这波因为侠其实狂风还在，其实伤害是很高的。只要小安靠过来的话，感觉这波团还是能接的 IG。先锋带走这个位置要打吗？皇子 EQ 进来并没有抢中，天崩地裂盖住两个人，辛德拉一推，战场被分割开了。正面一技能挂中的安，但是阿卡丽不太敢继续上了。 NIP 这段时间稍微有点不明智啊，这个劣势比较大的时候一直想去接团，这应该让鳄鱼继续带一下下路的。我感觉这波确实开的不应该，皇子吃了机器人一套控制，一动没动，大招都没有开出来就被融掉了。而这波安反应也非常快，没给鳄鱼来这么一波活命的机会。是，又是一个能量铁拳，又是这个同样的复刻，但是这波伤害没灌上。Fotic 是交闪踩住了灯笼，跑是跑了，但是这个 AD 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，IG 直接转头来中路，这个中塔感觉也要告破。是的，这波感觉还是侠失误了一下，他没有，哎，这波。夏导直接 EQ R 开，开的不错，第一时间安被留在原地，狂风拉开并没有吃到这个对方大招的伤害，但是阿卡丽斩完直接踩灯笼拉开，潇洒离开。 Yoshinomi 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下一个夏导的 EQ 就要好了，闪 Q 闪的一波拉开，那正面是应该能跑掉的。开的有点好，但是不解决现在比较大的问题，一个眼看到了，直接闪现 R 住了三个 EQ 再拉开，而漫天飞雨的落点被小卓的死亡判决到了。是的，虽然狂风拉开了红刀啊，但是阿卡丽的伤害正好够杀完拉走。
非常潇洒。安已经靠到了队友的方向，霞斗想硬找啊，找到了 Giden， Giden 被死亡判决判中，锤池的这一下是留住了以后把团开了起来，一脚踢出去，有霞斗反而成为了集火目标，一个灯笼没救住，辛德拉的落地 QE 的推散是直接秒掉了霞斗。Fotic 这来回的拉扯，红刀都回不太血，感觉扛不住、啊、而且在侧面先被打残的 Dream 霞阵还被逼出来了，一勾没有勾中啊，再找什么机会呢，闪现过来，他是想 EWQ3 推回来， Q3 消失了，对，霞斗找了一个比较刁钻的位置，想绝命一抢，如果没有办法我就上去抢一抢，三千血你可以吗，你不可以，但能跑，是稍微慢了一点、啊、但没办法，往里挤，这个入口有点窄，上面有爆炸这个视野果实，但谁敢去点呢，谁点谁不被勾呢，勾完直接拉开，没有重勾，反而是 W 顶勾的优秀诺密拉到了龙坑位置，血量下一半， IG 也不打了，等到皇子上头，辛德拉第一时间被集火交出自己的金身，进场的 Wink 是先被融掉，这个位置辛德拉倒了，但是霞第一时间拉倒以后，向前的狂风 Futika 他站了出来，再点一枪，四杀三杀完成，收割了、哦、这波开团主要是德夫这边操作失误太大了，他第一时间有秒表，他甚至没有交出来，来回放看一下，真的很感慨，他卡了一个视野就是一个 EQR， 看一下王子在找，一看到了直接进场，而且辛德拉确实不太好，因为他 EQ 进草了，对，他有其实有点慌了，他自己是有一个大天使的盾，再加上有一个金身的，他第一时间其实按一个金身，而一念炸了个满的向前狂风，这波哦呦，视野方面 IG 是占优的， Fotic 走的时候非常小心，而且左边应该要拖一下辛德拉这个闪现还差一点点，这边、哎呦，一勾逼出了一个秒表，反应也非常快啊 Invisible， 那还可以，一开始打出了一个秒表，哎，这波想直接开正面但是被拉走了，皇子闪现没好，第一时间小卓的血量被吓到一半，远古龙先碰瞎子 Q 到也不太敢上啊，现在还是更多的看机器人这一勾，这一勾是找到了 Yoshinomi， 上来后血量下半，皇子进场一脚踢开，辛德拉被卡在里面很尴尬，交出闪现，阿卡丽的 RE 并没有命中，请回叶宁撒了四个奎桑提示，带走了进场的 Dream， 一个爆炸果实让 Invisible 的进场变为了泡沫，一勾又判决到了进场，找到后排 Yoshinomi 没血，小卓再勾预判没有中，安是往后逃跑，锤石先被融掉， Yoshinomi 没血怎么办，形成了追击之势， NIP 是想挨个点名， Wink 这个位置就算勾到后面没有人啊， TP 过来的 Dream 第一时间围住 Wink， Wink 这个位置一勾勾到了一个鳄鱼，作用不大，有着双 C， 但是 IG 这个团现在有点难打了，开始是的，这个输出完全不够啊，甚至正面是厄维洛斯不在的情况下都接不了，就厄维洛斯其实那个点是输出不了的、甚至 Giden 没有大的手，连那一脚都踢不出来，正面想靠着辛德拉找点 poke 的机会，有辛德拉和瞎子确实有拼成的机会，但是 Dream 的位置已经封住了 IG 的后路，又开到辛德拉，又开到德夫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跟上，德夫反身的一推秒掉了瞎斗，大家两千血没有打野， Giden 接盘， IG 把远古龙拿走， Fotic 这个位置有闪现，迎面一枪想拉扯， Dream 在旁边找到了机会， Giden 上来硬流给一叫 RQQ 配合上安收掉人头，远古龙斩杀，哎，这波又是一个单挑，但这波远古龙 A 一下又炸，哦，没出来，人死了。是的，先倒 Dream 是完成了一波绝境下的一 v 一单挑获胜，直接大招炸死。啊，是有一个大龙，然后远古龙差一点点，哎哎，结束一刻，虾斗又出发了，一时间瞄准机器人炮车帮 Wink 留下了一命，反身勾过来，两边辅助兑换，皇子进场没有人跟上，而阿卡丽直接被大招带走，虾斗这个位置 EQ 再回到队友的保护，但是旁边不是队友了，已经没有队友，只剩 Fotic 前方站不住人的情况下，空有一身输出打不出来， W 再进 QR 打出复活甲，带着兵线 IG 的前推， Fotic 有闪没大招啊，怎么操作呢，而且奎桑提这波是有 TP 的，直接 TP 亏
下来了，只要保着匣，感觉是可以扎起来了。中野金身规避伤害，瞎子进场直接是强行留住 Fortic， 秒表被打出了，四遍都是对方的人。 Invisible 在塔下瑟瑟发抖，我们要恭喜 IG， 虽然有一些波折，但是还是有惊无险拿下了这场比赛。对于 IG 来讲，